大家打开西瓜视频或者今日头条，在头号英雄活动页面中点击填写邀请码，输入正经家族粉丝专属邀请码，然后去我的最新视频下面留言。每天我会在视频评论区抽取一名幸运粉丝，每人会送出一管皮肤。用水冲肿子的办法还是强啊，不过这怎么这么多怪呢？你这只小蜘蛛，等我把水收了我就收拾你啊！完了，我就收个水的功夫你怎么就给我打死了呢？那你这战斗力属实是有点强啊。哎，我这到底怎么都是水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水是我放的，你把我种子捡了还给我。我啥时候捡你种子了？人在这儿拿水冲种子呢。我包都满了，捡不起来了，不赖啊。反派，你买东西不？你滚，我不买。哎，你不能这样啊，我这得便宜啊，毕竟是偷来的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主要是我这边没有成本。对，偷来的嘛。这我有一些种子，再搞点土回家种地呀、啊。我这也有一组多了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，那就回家吧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都不会堵车。哎呀，我这又溜达到反派家了，这就剩个骑字了。祈祷啊，给他留一朵粑粑。嘿嘿，算了，我这个人比较善良。反派呀，我在你那个骑旁边给你扔了把木斧子啊。哎，可以啊，我下回就整个箱子，上头写上帮帮孩子吧，你们不要的东西就扔一扔。好了，现在我就回家把我的土摆上。哎，这么大，行了，那我就开始填了。完了，土不够了，那我再挖点吧。哎呀，这铲都爆了，应该够了吧。哎，我捡了个斧子，是谁的？哎，我的，你别动。对，你别动，那是我给反派的。我给你放箱子里吧，有小偷容易丢。啥呀，那就是小偷，不是，那就是我放的呀。你小偷良心发现了呀。我劫富济贫，这地现在也就这样了。那小伙伴们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